特别的重，就是说它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云海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春夏就雾气特别重，就像这样。云海的，我们黄山在秋冬季节，它出现云海的几率就比较高啊。秋冬季节它出现的云海几率就比较高。今天的莲花峰真的美爆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哎呀，我的手好黑呀、啊。北门那边风景如何？北门一下索道就是黄山的梦幻景区西海大峡谷。如果你下次来，我建议你们在10月15号秋天来黄山，可以去乘坐一下黄山北门的太平缆车，感受空中巴士层林尽染啊。我们北门的缆车可以乘坐100个，加个驾驶员啊，比较好的，然后也比较能走的，您可以前山上后山下。欢迎95775哥哥啊，您可以前山上后山下。家人朋友们有没有听明白？就是啊、如果说体力比较好的，哇，这太美了。你看今天的黄山真的是看不够啊，家人们是不是看不够啊？怎么看它都怎么漂亮啊，怎么拍它都怎么美啊。那么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小孩，体力不是特别好的，您从后山上前山下。如果您的体力是非常好的，您可以从前山上后山下啊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前天去的大雾今天看得很清楚。前天吗？前天不是大雾呀，我前天怎么在黄山和你游的不是一个黄山吗？我前天也在山顶啊，我前天看到了这个能见度都特别好啊，能见度都特别好。前天我们不是看到了美景的吗？啊，前天我也在山顶啊，不过我是中午上山的。啊，中午上山的，然后一直走到酒店，能见度都特别好。啊，明天有没有雾？明天天晴天，没有雾，但是今天有云海呀。啊，前天早晨7点钟的到了玉屏楼，迎客松看不清是吧？哦，那黄山昨天它是这样子的，一会儿一会儿的，啊，一会儿一会儿的，嗯。你稍微退一下。可以。啊，它是一会儿一会儿的啊。哇，明天会有云海吗？明天不知道，但是今天有。为什么？